第二回合剩两分钟，准备，请出第二 round two 的第一题来。现在会用王八蛋来骂人，请问这是最早是指哪一种动物的蛋 ？A. 乌龟 ，B. 甲鱼。我的答案是 A， 锁定。会不会太合理？就甲鱼很稀少，所以应该不会是想到甲鱼吧？不是王八乌龟，王八乌龟蛋，王八乌龟蛋啊，都这样讲啊。对，会不会太简单？这会这样出这样题吗？王八甲鱼蛋，王八好怪，这几乎也不错，可以开一个。这题目几乎跟一加一等于二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就它有什么争议啊？我们全民新攻略呢？啊，这也不能改的吗？请揭晓。这是什么好出的？所以要你讲鱼蛋，讲鱼蛋呢？好，虽然呢，之前都说王八乌龟蛋，但事实上呢，王八所以一出哦，刚开始呢是甲鱼跟鳖，这个是同种东西的俗称。那后来呢，才泛指所有有关这个鳖啊跟乌龟啊，都是用王八来称呼。你们江湖历练太浅。你这样子没办法营造高校人生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要换我队友了。哎，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哇，好，好，好，反正一定有两次机会，一定有两次机会。博士换博士不错，博士换博士，博士换博士，我博。答题权转移，吴大伟准备。嗨，行吗？请助理。研究发现，一个人若想展示自己的合作意愿，通常会避免穿哪一种类型的衣服 ？A. 亮色性的服饰 ，B. 名牌服饰。我选择 A。A 锁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看反了，我看反了，看反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看反了。来不及了，锁定之前都可以改。你认为是名牌服饰？我老像我的理论是名牌的，因为你要避免穿那个名牌衣服的话，就是你跟人家好像有点啊，我比你有钱，我比你怎么，会给人家一种压力、压迫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说他选错了，来，请继续。都拼对。果然是名牌服饰。好，当今天我们想要跟人家寻求合作的情况的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就会希望融入大众哦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穿名牌服饰太展现个人特质，同时又有点太高调。所以因此呢，当你要展现合作意愿的时候呢，反而应该会穿比较普通从众一点的服装。就是很好，这个冤枉。少看了避免那两个字。对，可惜了。马国碧继续，1分32秒，加油，加油，请注意。男性内裤挑选也是一门学问，请问男性穿着哪一种款式的内裤比较容易会影响到精子的品质 ？A. 三角内裤 ，B. 四角内裤。我的答案是 A。锁定。想那么久要死？因为我不穿内裤啊。好，我真的不穿内裤的。内裤太多新闻，太多 news。A 对不对？啊？是吗？那你说你不穿那个太多哦，因为我觉得穿内裤很束缚啊。你的意思是说并没有那么剧烈的晃动？这就觉得好像如果你多穿一个内裤，就是会影响他的自由。那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如果那么自由要干嘛？就觉得穿得很怪，会不舒服。所以那我就又以四角跟三角，四角会好像更有空间，那三角就会完全包覆在，那包覆的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到制造精子的那个蛋蛋的品质？这一小是吧？内裤如果穿不对的话，一整天都很不自在。那么要告诉大家呢，其实啊，你穿三角内裤啊，当然它还是有它的好处。比如说像是运动员啊，或者是劳力工作者啊，他们会比较希望的，可以让它比较固定。所以呢，三角内裤呢，它的包覆性也比较好，也可以固定住囊袋哦，那比较不会有卡囊的困扰。但是它有坏处，因为呢，它的包覆性比较足，所以呢，它的温度也会比较容易升高。除了气味会比较浓厚一点之外呢，这个温度一旦升高，当然就会影响到精子的活性喽。来，我先准备命运奖金数。哇，当今天很顺利啊，那来伟成加油。OK， 哎，还是100到10000的组合，有点混乱，无法提示。上次一样，请选择。无法提示跟不能提示是不一样的啊。
我选一，换喽。慢好，5000元。耶！1分14秒，加油！来，请朱夏丽。中医能够从月牙的颜色判断健康，请问呈现什么颜色代表体力消耗过大，容易会引起糖尿病 ？A 粉红色 ，B 偏紫色。月牙，月牙是什么？月牙，快表示体力消耗过大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收着，收着这个，里面的白色，这个 OK。下面那个好。因为粉红色应该就是表示就是健康的吧，健康的。那紫色可能就是血液循环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以这个方式简单的推敲它。对，来，请揭晓。好，在中医的观点呢，我们的指甲上面要有月牙是很重要的哦，而且呢，基本上你的大拇指、食指跟中指呢，都至少要有露出明显的月牙。一个健康的人呢，身上呢至少会露出6到8个月牙，而这个月牙呢，它的颜色呢最好是奶白色的，同时呢，它大小啊大概要占据你指甲的1/5哦。那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你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程度。如果呢呈现粉红色，其实不是好哦，代表你的肺腑状况并不好，这个体质现在是比较虚弱，而且呢，容易会有糖尿病的风险。那如果呢是那种惨白、灰白的那种颜色的话呢，则代表呢你现在呢你的脾胃功能受到了影响。那如果呢是紫色的话呢，则是心脑血管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好了，答题权转移了。由盛翔准备，加油，加油，请出题。至少3题哦。在农业与食物科学杂志研究中发现，口水会影响到部分儿童讨厌吃哪一种蔬菜 ？A. 花椰菜 ，B. 菠菜。我选择 B。你锁定。怎么说？因为菠菜里面有铁质嘛。对。那会不会跟口水？色感比较多，是吧？对啊，跟某个成分，口水里面的消化的酵素可能会有消化酶。作用的话，小朋友可能不喜欢那个味道，比较有酸涩感。同意，通，来揭晓，通。Oh my god！ 老弟，今天大概要哈几次？不是，不会这样子。好，可以看到啦，其实菠菜的那种涩味啊，不论你是成人还是小孩，基本上呢都会有感受到哦。那就是用烹调的方式呢去改善它。但是对小孩来讲的，他们的唾液当中啊，有一种分泌物哦，它是呢会容易让他在吃十字花科的食物啊、花椰菜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会有感觉到一种特别的臭味。那所以呢，这样子呢，会让小朋友呢比较不喜欢吃十字花科的食物。吴大伟准备，这个加油，心脏有两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看清楚这个字啊，准备不好，请助理。运动杂志分析，请问为什么许多男性到了中年之后哦，都会开始对高尔夫球感兴趣 ？A 可以增加成就感 ，B 可以练习受挫力。中年之后开始对高尔夫感兴趣，可增加成就感，可练习受挫力。我的答案是 B， 锁定锁定。你为什么不认为是增加成就感？因为我就是大概所谓的中年之后开始学这个东西，打到我想把东西摔烂掉，你知道吗？太难。什么成就感啊？当你那个以前就打不好的时候，你再怎么调调不回来，你要怎么打就打不到，要打就勾，要么就是 hook， 要么就 slice， 要么就是 OB， 对不对？那个叫成就感吗？对不对？每次都想把那些人打死，然后到第7周开始喝啤酒了。True。我们的朋友这样子，为什么很多那些在那看高尔夫场，到几个洞都会有一个酒吧，尤其像美国一个吧台摆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可能那些人打不下去了，喝两杯再往下打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为什么第八都有那个酒吧的话，就可能是可以练习受挫力。现场打高尔夫球的举手一下。没有，没都没打。我们是没有一个打哦，都怕受挫。我们还没中年，还没中年。我也是，请揭晓。这个不能错了吧？对了，高尔夫球
这个运动很神奇哦，它并不是有做就会有成就感呢。因为呢，根据统计啊，往往进到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的人呢，多半有70%左右都会不满意当天自己的表现。而且呢，从一开始啊练习挥杆的动作啊，到菜鸟啊开始练习准度啊，包含了呢之后变老手之后呢，努力要降低杆数，其实呢都是一连串受挫力的练习过程。所以年人到中年之后呢，你对于生活当中的小确幸，还有对职场上面的得失呢，都没有那么看得那么重了，反而会慢慢去练习，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加的豁达。同时呢，在打高尔夫球呢，至少在4个小时以上这样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也会更愿意去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。段君好准备，命运奖金数仅公布100，还是100到10000。这一回他们两个住隔壁，请选择。恭喜3000元，然后就是10000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继续加油，最后一题了，哎，请出题。调查大台北地区的大学生后发现，请问就读哪一种类组的学生彼此间的友谊品质比较好 ？A. 文组生 ，B. 理组生。三，答案是 B， 锁定。理组生的友谊品质好啊，这我老实跟你讲，这两个什么生我都不懂。对了，对，对了。什么是？我们有理组生啊，理组就学工程啊，就是算理组；文组就是记呀、背呀、国文啊、外文啊、中文系啊、psychology 语言。理组生比较需要，比较需要沟通，大家可能会研究、会讨论。哦，那 OK 啊，那 OK， 我觉得应该是对。那我觉得是文组生啊。哎呦，理科生反而觉得是文组啊。理文宅男太多了，自己顾自己。我理科没有。没有人际互动就不会有好品质。黄伟明觉得呢？我觉得是文组生品质会比较好，因为理组生课业压力太重了，文组生比较多时间可以一起聊聊天啊，谈心。嗯，哎呦，我们是老师，要相信我。请揭晓。没关系，所以你看运气。啊，真的呀？真的，文组生真的是文组生哎。好，这是文组跟理组生的男女生呢，在朋友的比例上面呢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哦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文组生的话啊，可能是在未来呢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呢是比较多是要与人沟通的工作，因此呢在朋友之间的这个友谊上面的建立呢，会再比理组生再多一些。Round two 到此告一段落，目前的奖金大家成长的不是太多。段君豪、胡大为8000元，马国碧和蓝伟成14100元，哎呦。黄阳明跟尤胜祥还是1000元，哎呦，这么急着换？不是，我发现我这个中文能力太差。最后一轮要换的举手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不行不行。第一组先换，段君豪起立。第三组也换啊。我赶快跑。我想按钮哎。蓝伟成，你不想在那边打打看？我觉得毕哥打得很好啊，我怕。他打得还可以。而且我们现在是领先当中，不要冒险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